但是还是有脚下有点虚，虽然站稳了还是晃了一下。现在看到的是吕佳琪，浙江队的选手，即将要表演的是自由操。做了一个后直1008，转体非常正。立转720度，这也是一个规则规定的必须要做的体操类的难度动作。后屈两周也是一个地组的难度。做了后团两周，后团两周和后屈两周在女子规则里的难度价值是一样的，都是地组。后直900结束，这也是一个地组动作。来自浙江队的吕佳琪，那么现在呢，国际体联队女子自由操呢有一个他。